兄弟们，假如给我三件光明之骑马剑魔。你看，开局整个超级加倍，三连胜先攒点经费，2-5开始找位，结果出了沙弥拉小一泽，还得是魔道最配。2-7出了位，然后强吃连胜光速拉七，再找张琴鱼，无魔道开始就位。两层看都不看，继续再看，三层血未掉半，有何忌惮？四层犹能再战，不留遗憾。五层金光璀璨，收为绝唱。两个光明法爆，一个给小一泽，一个给大一泽，两人放大，直接一波清场，全部带走，锁血无压力。这装备咱们第一个三星龙王给他玩玩，不是这剑魔是不是看着馋，打出的这么频繁，直接两回合全部到场，三星显寒芒。光明狂徒给他装上，还有件三项法爆，咱们重铸防御装试试，给了把青龙刀也行吧。没有撤退可言。黎明就在眼前。